我们今天早上来做一个很快的 practice。威廉讲我 practice 罢了啊，意思说叫我不要录他了，我 practice 了啊，这个不算 official 了，这个啊，然后他现在开始有自尊心了哦，一开始飞到好了，所以现在很怕飞不好了。好过那天很多多，哇 ！At least 啊，这方向可以 control 了哦 ，rotor 也 control 得很好哦，哇！因为你的 rotor 太大了，你要 adjust 到它刚刚好。因为它的飞机就设计到，给它加油门就下往上加油门就往上了，所以你不用去烦。对，你要有本事拉那托特拉到很低子，它刚刚好不会往上飘。你做得到吗？看，试试看。要不然你可以试下，只是用左跟右来让它飘。嗯。不好看好像哦。要这样远啊，很近你罢了啊你啊。等下你不知道哪一个前哪一个后，它就飞出去了。啊 ，OK 啊，这样 OK 啊，再小一点就好了咯。啊，各位乡亲父老，这个就是初学者可以飞的飞机哦，很好玩，不需要太烦，不需要烦四个通道哦，这个是两个通道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享受飞行的乐趣。不要卡树啊，不要卡树啊。哎呦，差一点卡树上哦。我上次已经叫人家爬过三四次树了咯。嗯，好歹有两包哦。哎、good. 是让他回来。回来回来，上边很难爬的，我爬过。爽啊爽啊，很爽啊！哎呀，simple and enjoyable。那个有点啊。对对对。这一个翘一翘的时候啊，我就要开始给它 round 就比较 smooth 一点点哦。对对。哎，我又飞不到了。没有电了是吧？哦，大概是哦。没有力了是吧？哦，因为没有跑了，飞太多了。About 8 minutes 了。I believe I can fly。我有自飞哦，哇哇，不错哦。你 feel 得到这里的电呢？威廉越来越上手了哦，飞到好像很厉害，很 pro 下来了。
我要飞来了。I believe I can fly。Oops。 好，我们现在要哎没有，哎继续，我们现在要装电池进这个Sport Cup 500。那一天威廉已经飞过一次了，成功降落，很漂亮哦。看一下今天有点战绩了，看到没有？对，你看，有点战绩了，有点战绩了，是的。那跟跑风都不好，因为风啊。啊，是啊，大风啊，是的，是的，都是风的错，都是风的错，都是 OK 的，对，都是大风惹的祸。我很了解的，你不用多加解释，我给那个 YouTube 的人自己判断。那边推你最好是往下插，要不然等下你出来很难拔。我觉得很难出来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威廉到底是大风的关系还是技术的关系。今天风没有什么风了，场地比那天的小很多了啊、哦。不过应该可以的。那风雨点风，你背后的风不是吹出来？不用啊 ，OK 了。你出去一点啦，你在这边等下飞去屋顶上面哦。OK， 来，我们要飞这个 Sport Cup 500。不要太高，不要太远啊。哇，不错哦，你 beginner 一来就飞这样飞机，飞到这样快了去。看书啊。看速转弯，刚才他头头太快，说他飞得很高的，头头控制他的就会下来的。哎，我看到都爽哦。Not bad so far. OK， 因为你转弯转到太快，对啊，太快、太低了。对。对啊哦，我知道哦。怎么？你知道什么？我一去要放轮子。怎么？他 landing 的时候，他不会弄到这个东西啊！我每次我都要炸。一样的。哎、你看他打到了哦。一样的，因为你 landing 是他在草地上，他不能滑行嘛，他就这样子喽。Same、嗯。But if you want to feel the weight, can。哦还好 That's a good thing about 你 test 下它的 control surface 上下左右。 OK, seems OK。 你不要这样接近那个 building 啊，向前飞，不要向后哦。哎呦为什么它这样呢？对，是不是 orientation 走掉了？这个很 sensitive。 You sensitive、啊、那天是风、现在是 sensitive。 因为我拿那个吧就像你数了一个美妞出来，你去数多久，你不能够盖我的。Yes sir. Okay, 来 OK 来，这个很 sensitive 的。不要这样子，一个电话来直接不听了哦。刚才好像破了的哦。
失败乃成功之母。没有上。来来，我确定一下是不是飞机问题先。OK， 我解释一下刚才 Willin 的反常表现，是因为他睡去 Expert Mode 了，现在我们转回来 Beginner Mode 了，所以就证明是他不是 Expert。当然。哦，是哦是哦 ，Maiden Flight，Maiden Flight。给你录到啊，我都没有自信了啊，刚才那个骚浪那是你的。来了。食死你啊！你去比基尼摩直接像 Pro 这样哦，哦，不要太远啊，不要太远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基尼啊，会搞笑！哎，基尼啊，我看到都爽了，我跟你讲。这样用哦，哎呀，看太阳的，现在看不到都。哎呦！爽了，爽了，上瘾了。要给你要 ，OK OK， 不要摔呀、啊！刚才出丑先，哎呀 ，What a landing！ 我让他回来吧，他叫我福建啊，叫我不要有面打了。OK OK， 你抓回你的美名了啦，抓回美名了，不错不错。哇、啊、，OK 吗 ？Maiden flight not bad。随便弄我啊你哦，烧了你的加料。弄我啊，你有自信了。哇，威廉飞到很开心啊、哦！刚才那飞到真的不错，老实说，真的是不错。虽然是 beginner mode， 不过真的飞到不错，老实说，看到也是爽，拍到也是爽。不知道刚才有没有拍到，好好给你们看。刚才像是太阳，看不是不是很清楚。我以为你是故意要表演给我看，你追击，哇！我以为你表演追击给我看。快点喂，我两个出来。我以为那个是追击表演。哎呀，这个有意思。你看，随手一抛就出去了，感觉上像个老手 low pass， 哇！你看。low pass 哇，你看呐、啊，哇，乱乱来了，大胆了，大胆了，翅膀硬了，翅膀硬了。我在哪里？我都看不到。又是表演追击。我弄，我要这样弄。偷偷不够的该偷偷不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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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叫你不要 low pass， 不是叫你从高空坠机吗？蛮高、哦，我都看不到了，在哪里？哦，对一个新手来说，威廉蛮快上手的，真的是蛮快上手，感觉上飞得很好。那当然这是 beginner mode 了，所以整架飞机是 stabilize 了。每次威廉飞接近那个草丛的时候，我也有点担心，因为上一台飞机也是在那边飞掉了。基本功都有咯，转弯的时候向下吹它会拉高，很自然，说的基本功都有了，方向感也不错。Okay, 不要撞低，不要太低。哦，他要飞回去他身边。